Hello 哈，见到我而家身处喺一个完全唔知咩地方。其实咧而家就系搵紧路去睇一个猛男 show 啊，耶、yeah! ！咁咧就要去月之路三街嘅方向啦，而系我第一次去，所以咧今日就跟住我一齐搵路啦。然后而家嘅时间系最后20分钟就开场啦，究竟我赶唔赶得切去呢？快速跑紧去，大家见唔到我身后嘅明洞艺术厅啊！我哋而家就跟佢入去啦 ，B1层，而家就跟住指示去呢个 concert hall B1啦。听讲咧，这个专场全部都净系得女仔可以入嚟嘅咋，而家就先攞票啦。然之后咧就有讲今日可以影相嘅男仔，其实佢都颇多打卡位，我哋就慢慢睇下，见到今日有啲咩男仔会出场呢？然后我哋就睇埋呢边有大嘅 poster， 呢边就要入剧场啦，打卡位、生日蛋糕啦。然后呢边咧就领波波，就可以买硬仔啦，跟住就领出佢哋嘅 photo 卡、福利啦、小卡啊、香水啦，超多啊真系。然后我哋咧准备要入场啦，攞住张飞。今日咧我哋系买咗破贵嘅飞，咁就尴尬。99,000 won。嗨。超近嘅个台已经喺呢度，然后我哋两个已经喺呢度啦。阵间表演嘅时候就唔可以拍摄啦，表演出嚟再同大家分享啦。现场啦，而家出去。我觉得呢个系最靓仔。首先去表演冲凉，原来头先呢个都劲好睇，佢哋表演空中飞人，不得了！喺澳门百老汇表演正华啦，头先都系有钢管舞啦，劲正，同埋有啲就系 dancer 或者 model 出身啦，所以头先跳舞都超好睇啊！头先气氛超好，最后都系大家企起身啦，跟住仲有 high five 嘅环节啦。看完啦，我想讲劲多人一起围住喺度等佢哋收工啦。有韩国人之外啦，都仲有外国人。头先最难忘紫色 cushion， 跟住就请咗一个观众上去啦。你买最贵个价钱咧，就系俾你最大机会可以上台同佢一起有互动噶啦。咁而我头先买99,000咧，就系第二个贵价钱嚟嘅。其实我觉得个位置咧系唔需要特别买最贵。原来咧中间佢系会行去后面，亦都会有一啲互动啊 ，high five 咁样嘅。例如一开头嘅时候，佢已经要冲去后面同大家 say hello 啊。最想要互动咧，就当然梗系要坐边位啦，因为佢哋会行走廊位啊，去同你跳舞咁样嘅，所以我觉得其实就算坐喺边咧，其实都冇乜所谓嘅。안녕，안녕，너무재미있어요，재밌었어요，네，감사합니다，감사합니다，네，또보러오세요，네，안녕，안녕，算系唔错嘅体验，因为始终喺香港冇见过啊嘛，系咪？好，拜拜。如果想知韩国有咩好玩好食，记得留言话俾我哋知，仲要记得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啊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